软嫩的牛排放上煎盘，一口气就煎了好几片，这是高雄平价牛排。不过在网络上引发疯狂讨论的是这个，一颗蛋、两颗蛋、三颗蛋、四颗蛋、五颗蛋，店家一天就要煎上千颗蛋。有网友说照片上没有面，但换来的是五颗蛋，笑称我一直以为是都市传说，没想到竟然是真的。我觉得很划算啊，我用它的面换蛋这样子会吗？不会。为什么？太多了。很划算。那如果换成蛋的话，它吃得完，那应该算蛮划算的。不要面换五颗蛋，满满蛋白质。但也有人羡慕，说我遇到的都只有换一颗，哪里有这种好康？也想问，到底店家赚什么？他要他自己讲，我们一颗蛋就是卖五块钱。面哈，因为物价真的是涨得太夸张了，然后我们也打算会在五月份调整。原来是要主动开口的隐藏版点法，不要面直接扣20元，以一颗蛋5元来说就能换到4颗，再加上原本的一颗，哎呀，煎盘满满的荷包蛋。不过物价上涨，店家也快 hold 不住，这不要面能换5颗蛋的佛心价能撑多久，老板也不敢保证。三立新闻黄大卫赖碧香高雄报道。